嗯，基本上是一样，其实在韩国和中国拍戏呢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分镜头也就是不一样。想问一下高导，就是从那个《红高粱》开始的，就是电视导演都开始往大荧幕发展，您觉得这个群体性电影还是说是个人的一个？这是一个个人的行为。我觉得从大荧幕发展还是属于个人的爱好一种，个人的兴趣。我觉得我就喜欢电影，所以学历是电影。那这次就是选择您是怎么考虑的？这个选择其实我已经早就在选择，因为在剧本初定之际，我就跟刘亦菲导演沟通，是希望他们，因为在写这个剧本过程中，就先干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前面，目前面对这个角色是最合适的一个选项。对润呢，也是在茫茫人海中在寻找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的气质和特别相近，所以通过很多方面联系，因为我们沟通还是有些距离。因为他也是一直以来是我最喜欢的韩国演员。我说一句笑话，曾经有一次他在就是在上海来拍过一次 MTV， 我还作为粉丝上去探班，他跟孙俪在车队，我还没挤进去，把我轰出来了，说不让探班。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所以我想这次如果能有机缘一起合作，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所以我没想到这种机缘达成了，我就觉得这也是我的幸运吧。尤其的演员，高导演，那个这次用这种投资的方式，对您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我觉得最大的吸引力，因为电影，我们拍电影就是为了广大最大限度的让广大观众能看到，所以这个就娱乐宝最好的一个就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到里面来，所以让更多的观众能直接进到电影院能看到我们拍摄的影片，我们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能看到，所以我想这也是又是我的幸运了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观众对。观众越多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越高兴的事。电影呢，我不想拍小众电影，因为我一直还是希望拍一个娱乐性比较强的大众电影。那这次合作您怎么看？因为毕竟第一个导演来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首先从投资方面好，从合作方面没有给我任何的拘束，就完全按照我对影片的这个艺术追求来完成，没有任何的束缚。所以这一点来说，我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部戏做成一个比较有影响力、有商业价值、有观众的这么一个影片。那么同时在跟这个两位演员合作的过程中，我也觉得我们有基础也有能力把这个影片做好。怎么做呢？跟原来做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是更加的没有压力。因为以前的压力大的可能就是在某某投资方在老担心票房的压力，现在因为能让更多的观众能知晓这个影片的过程中，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压力唯一的压力就是把影片做好，让更多的广大观众能感受到。问一下刘亦菲，因为张艺谋导演的《新龙归来》，然后《曝光青春花》，他们说那个《新龙女郎》长得特别像你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，然后就对这种就是好多新人非常会点像小刘亦菲啊，或者小某某那种看起来。有吗？我还没看一眼。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肯定希望是自己的，每一个人肯定希望是自己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您刚才说您这个剧中的这个角色非常符合两个人嘛？那跟刘亦菲的话，您觉得她是身上的冷艳的这个气质呢？他其实一个演员，他不仅仅可能依托一个优秀的演员，不能仅仅依托于某个点来完成他的所有，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个人物的整体的诠释。因为通过这几天拍戏，我刚才在做了一些聊天，就是心里面，就是我更加能感受到，我现在就是喜欢，因为他融进去，因为我觉得优秀的演员不一定完全演自己的本色，他更多的是创造，就是他创造角色所需要的那种。所以这两个演员他都具备这种能力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。那现在好像好多韩剧在中国都特别喜欢，
觉得这个是外部条件，因为内部条件最重要的还是他们自身的表现力。因为如果他们自身表现力不够呢，我觉得也会有那个。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自身表现力够了，对我来说没有更多的遗憾。因为那种外部助力吧，我考虑的并不是特别多，让他们来作为这个角色的人物来表现，主要还是因为合适，因为这剧中的人物特别合适。问一下刘医生，因为您很久都没有接那个现代的戏了，然后大多数都是古装的，现在是什么原因您选择接现代这部戏？然后您更喜欢哪一种？更喜欢哪一种？其实我真的没有选，就是缘分，就是受到你保证古装就古装，现代就是真的是我很难得碰到这么好的，这么好的导演和演员，但也没有理由接，我觉得那是我的莫大的荣幸。真的不一样，但这出戏戏份很短，所以会比较累。刘医生，其实你出道比较早嘛，你有没有那种可以先问一下你啊，就像和这些导演一样？有啊，我觉得我追小燕子追的没什么戏。那你当时是怎么追的？是拿海报还是？买啊，还剪纸啊。有没有就是去要个签名啊之类的合影？要过，要过荣誉。其实跟润湖队里面学到含义。我会努力在学的，我觉得我语言天分没看好。我学了一句叫“身高好友斯密达”，什么意思？辛苦了。思考没有思考吧？能说那句含义吗？不行，其实就一两句，逗你玩儿。